磕完了盘脚，圆脸还埋着。这么多年都是这么扎着，是呗？嗯。其实你也不算大圆脸。那你还脚不好看，又扬下来了。往三一吧。嗯。我感觉你也不是一个特别臭美的人。对劲。啊？对劲。不臭美，挣那啥呀？这么绑着不都行了吗？不行，垫个脚了。挑战一下子。嗯，够了。哎呀妈，这皮套压这么一大堆。扎够了。是吧？够了，这也不短了。一出汗，这头发怎么都是湿的。你是为了舒服剪这个短发呢，还是为了好看剪短发呢？好看呗。啊？好看呗。好看。啊？剪好看了呗。说说吧，对于这个发型有啥所期望的？没有，你都看着给我脚，看着给我弄着行。看着弄就行。嗯。剪啥也无所谓呗。嗯。这一点要求都没有？没有，你的脚好看就行了。长度呢？长度你都看着呢，都怕你这样的。嗯，看着弄，嗯，那都完了。嗯，没啥要求。现在总不总刷你吗？看着都上瘾了，都踮着脚，都想剪去。嗯，舍得不？舍得呀。舍得，有啥舍不得？可有机会给脚短头发了。嗯，肯定是不想留了，是吧？嗯，是。确定把头发短剪去？嗯。你这头发烫过没有？蛋白矫正了，这头几年了，这么扎着，这么扎着，好十年了，啊、好几十年了，啊，没剪过短发了，嗯，一打胖了之后，始终都打辫子，以前是短头发来着，还当闺女前短头发，那时候始终都算长头发，那二三十年了，那有五二三十年得多了，这回你有啥勇气，有啥信心还要剪短了啊？你当初是小闺女啊，现在是闺女她妈呀，对，是。我跟你讲话，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嗯嗯，其实这个头发是修饰脸型的，其实这是打辫子砸的，这都掉叉了，掉那啥了。嗯，五十多岁了是吧？嗯，五十几了？五十三吗？五十三。嗯，非得挑战一把。非得挑战一把，不到黄河不死心。对。我跟你讲话，你舍得不舍得？嗯嗯，你从哪来的？玉田。玉田。嗯，也不近呢。不显眼，也很好。开车一个小时是吧？嗯、行，那我都尽我所能，中吗？行。头发呀，头发还多。嗯，还特别多。现在还小，少点儿呢。这个发型剪完了，是让它变得这个知性一点，有点气质，还是剪的个性一点呢？别个性了。啊？别个性了，别提个性了。个性还接受不了。你要提个性了。差不多了，剪短了都中是吧？啊，别提个性了。那我没啥压力，是看着剪呗，短发都行是吧？舒服一点，好打理一点，对吧？嗯嗯，每天看着我都点脚头来了，是吧？嗯，你知道为啥不？嗯，点小红心点的，剪了啊，剪吧。头发不要了吧？不要。要不要？不要。乐去了？嗯。以前头发多还绞头发的时候让他给我打包的对。嗯。行吧，没事，不行的。不行的吗？嗯。给你的勇气点赞。那天一拉直了都嫌我头发多。这头发破马张飞的。嗯。那多少年没剪短头发？对你自己有信心没？有。对我有信心呗？有，每一天都跑这儿来。今儿还参加葬礼呢，从这儿聊来的呢。是吗？那可不。其实你也不老，挺年轻的。也不显年轻。这个脸圆喽，他到那个。那这头发给挡上点脸，显得脸也小点，挺像后边通着，不显得脸大。他脸大不也这么多年了吗？嗯，上哪去都不敢尝试绞那头发，绞头发去。为啥呀？没勇气。嗯，脸大。嗯，都看你看的有勇气了。你们家的福啊，都在你身上呢，是吧？嗯，是。你看人家发都大连盘子绞出来，越看越上瘾，越看越电灯。上瘾。嗯，还在家看，今天终于坐这儿了吧？对。激动不？激动。
忐忑不？我问妹妹，我说你去吧，等你去吧，你剪完了我看好看我再去。嗯，你是先锋是吧？对。你这脸型都特别适合剪一个短发。是吧呀？哎，你这头发有点自来卷儿，还用点软化啥的？嗯，能不软化就不软化。嗯，行。嗯，用一软化头发都忒贴。这牛脸始终头发都是拉直了，第二年是蛋白软化，再蛋白矫正那个。嗯。要头发剃的窝窝似的，哎，脑门的那地儿，那头发还有点炸着的，总有自来卷儿，都掉了那头发出来就炸着的。哟，你懒得别留长头发，你也不怎么打理，真不太打理，长头发的很少，都一个发型，天天扎着，嗯、对吧？嗯，都弄直头发。今天的发型讲完了，回去呀、啊，别他妈吓傻了得。回去先上我妈转一圈去，看她认得了还。那不认得。明儿上西藏，你那更得讲好点啊。玩去。嗯。要不你跟你约体质中呗，跑那边中没问题，上玉龙雪山的往上爬没问题。你的意思是把我的发型带到西藏、嗯、是吧、嗯、站在最高峰拍张照片、嗯、啊行、嗯、那天我妹问你可以往头提提不啊，开车去，不坐飞机到成都、嗯、完了住的车想开了、嗯、是吧，退休了那长头发洗头发是挺费事，挺费事，主要你不收拾人家。嗯，我那剪头发钱省了，我烫头发钱也没钱。啊，这一个大辫儿天天扎着它，没个啥意义。你都记着，头发是再生资源，即使剪完短，咱不喜欢，有两年又长长的，是吧？是，我跟你讲啊，你非得剪就非得剪去，我那不好看，不好看，我再养。对，我感觉你心态都特别好。嗯。那你这六月份心里儿挺充实啊，充实。第一个把头发剪下来，期盼着期待着、嗯；第二个去西藏了、嗯，也期盼着期待着，是吧？圆梦了，圆梦了。啊，那天退休似的，我第一件事我得先上西藏，那天不赶上疫情了吗？嗯，这都没动了。嗯。嗯。然后把头发烫卷了，没多长时间，我得弄回来，我也弄直了，都受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你都是瞎臭美那波的。不会没瞎美，也不知道自个儿要啥。那前头说那盘头发的盘后盘一啥的，显得咱俩点不是的，烫了，烫、嗯、了不好看，又能直了。嗯，第一回剪短发是最重要的。对，代表着你以后会不会再继续剪？是，对吧？是。说第一回你剪丑了，可得剪好了，没下回好还让你好找你呢。那你一天你必须得来啊！你要不剪好了，我再不敢来了。是。那长头发你一年省多少钱剪头发呢？嗯，短发都费事了。嗯，咱俩就得剪一回。回家一上秤，肯定少了半斤八两的，是吧？嗯。我还弄个导航上还想找呢。估计剪完了，你自个儿都不认识自己了。嗯，我第一件事给我闺女发照片。嗯，扁，别太个性了，是吧？嗯的，个性了接受不了。对，大陆，压重一点。嗯。别睁眼啊、哦！嗯，别人都怕，都是不怕个性。我不是保守传统型的，是吧？嗯，这不算个性吗？嗯，行。再个性点中不？大个性啊！啊？咋再个性？再短点。啊，稍微短点中。啊？稍微短点中。都别个性了。嗯。别提短了。
再去点也行。我对象还说头发短，我这也不短。嗯，我对象还说头发短，我这也不短。这短啥？都怕半长不短，跟剪着剪的跟没剪似的。完了，嗯，我到家还扎起来，是呗？他是怕你天天青了，本身你俩一个白发一个黑发。这头发呀，既然说想剪短了，一鼓作气，对吧？嗯。哎，这回像我年轻前了。嗯，我这回像我年轻前了。那短发，你那个长发扎着是实在是没样子，对吧？是。年轻前剪完都这样了。嗯，差不多。嗯。那前没这么胖，那前还110多斤。现在呢？我差五斤，有加五个斤的。嗯，这一下子圆俩梦啊。啥俩梦啊？一个脚头发，一个上西藏了。西藏都圆梦了是吧？嗯。反正剪头发是美梦，西藏都不知道啥样。对。回来你肯定瘦八斤。我不至于。挺适应能力特别强，我是吗？嗯，到那边肯定吃的也不如咱们家的，那肯定的，肯定不顺口啊。有心理准备。嗯，完再加点高原反应，对吧？那叫高原反应差着，找那个司机给我们找的都是那种低海拔的住宿。反正你身板越好，说实话。我因为啥？我们一波有那个70的，我那收工他两口子70了。嗯嗯，你们几个一块去？我们四口子吗？嗯，忒美呀、啊！给男排都低海拔住宿。嗯，你临芝哪儿的呗？都去。都去。嗯。小金油最后可以用上一点，打理的时候。嗯、啊、嗯嗯。涂完头发还可以抹呀？哎，滴上两滴都行。嗯。揉一揉，哎，装上一点儿。这小头发一弄都多透彻啊！我这小头发一弄多透彻，透彻呀、啊嗯！你发现没？短发一点都不显脸大，是吧？是啊，这盖上了，盖上了啊！这俩人就糊着一层的似的，都完了，脸这脑袋上盖上一片不是？回去给我点赞不？点，接着点、啊，接着点。嗯，你们也是，别光看，点点赞啊！啊，接着点，给点俩赞。对，点俩赞。嗯，满意不？满意。满意是吧？嗯。看一下后面，别动。哎，坐起来点。哎，这是后面，也很自然啊。真美呀、啊！这回去西藏可了不得了。哎呦，最后干啥着？点赞。对。嗯。